从时下瞓觉轻松，叹世界真快意，新鲜嘅宝贝兔，有绿色包装卡乐 B， 秒秒钟快乐之。大在我脚下，我要踩多几下。请你食卡乐 B 啊！喂，你系边个啊？唔识你噶，哎呀，唔好意思啊。难得有推销，啊，真系好食嘅啫。可唔可以掉我垃圾？垃圾最可怕，垃圾最讨厌，人人都憎佢呢个垃圾虫。耶，咁样嘅？好似太阳咁温暖。拜拜。唔使客气。你边识要嘅？点讲啊？第一次合作，你大个仔哥话点叫噶啦？你揾咗佢啲乜嘢啊？一糖爸爸，一包薯条，同埋一杯可口可乐，仲有一个芝士汉堡包，同埋一杯朱古力奶昔俾我食啫。咪咪，喂，呢度茶餐厅嚟嘅，一样都冇啊！回顾我过去少年时，每餐都有靓鱼条，将木牌鲜鱼条松脆好味，我将木牌船长带俾你。龙肉新鲜好滋味，颜色金黄淡淡都好味，大人细路都中意。将木牌鲜鱼条添欢笑，真好。